做个布，做个布，做上边啊，抽，那个触电一样的感觉啊，触电一样的感觉，一个飞碟，低空飞行的啊，在长江口附近的啊，在南通那低空飞行的，低空飞行的低空飞行的，在低空飞行的啊，它定向的发射出来那个脉冲电呢，让特定的人。这些人都有共同的特点啊，参与这件事情的人有共同的特点现在正在为制造话语权做准备话语权得回来他们包括那个最初始作俑者也是现在。参与的那边始作俑者几个人都这样都在接受着高强度的抽筋了未来的趋势这几个病人他们是搞文脉，肯定搞文脉，他们肯定搞文脉肯定搞文脉，搞文脉的情况下，他会。请外院的，请其他的要叫会诊什么之类的最好就作为一个特殊疾病上报的时候，突然就发现有个共同的规律关了什么他们有个共同的规律在有个共同的规律在有个共同的规律在参与的这件事参与的这件事参与的这件事他们参与的这件事总有人突然就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再见再见再见。